这是嘴干的事儿，好了吧？好了，不行，再不好没法了。给大家分享一个昨天发生在我身上非常有趣的事情。我昨天呢，出去穿了一双新鞋，然后穿一双新鞋之后呢，我就出门了。然后出门之后呢，纯白的鞋，然后我就在路上走走走走走走走。然后我一回家，我发现我好像踩了油漆，然后因为我刚开始以为鞋脏了，我说回来拿湿巾擦吧。然后今天起床我就说擦一下，然后发现不管怎么擦都擦不掉。然后发现我踩到某一个地方油漆了，然后我的一双白鞋就变成一双扎染的银色的鞋，在鞋底的地方。可是我刚买了穿了一次，然后就很亏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在这个直播开始之前呢，我就下单了一个白色的油漆笔，然后呢，我就把其中一支给涂了，涂完以后它又回到白色了，啊，然后它又变成白色了，所以呢，还有一支，然后我涂了一半，我突然想起来不对，我好像不能把它涂完，我要涂完的话，你们怎么能捕捉到我涂鞋这个非常非常美妙的时刻呢？就沉浸式涂鞋这件事情多么好玩呢？然后就想把我平时的生活给你们分享，所以还有一只鞋我留到直播的时候跟大家一块涂，啊。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在想，如果当时涂完的话，你们估计该骂我了，说啊，涂鞋这种事儿为什么不能跟你们一起？然后我就说，那行吧，那就一会儿的直播的时候再把另外一只涂了吧。对，然后这是我刚刚用的油漆笔，然后一会儿可以再把鞋涂一遍，把另外一只涂了。不是白鞋变黑鞋。开始踩到银色的，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啊！你看，我脚底下把它踩到银色的油漆了。然后呢，这一只是我拿油漆笔，你看，虽然脚底下踩到油漆了，但我把两边前面给涂好了，后面我也涂好了啊。然后你看，这只就是没涂的，这只就是踩到油漆我没涂的，它又很脏，然后这个地方又擦不掉。然后这边上全是油漆，那踩到了那个银色的油漆，然后所以我就把这只给涂好了，我决定把另外一只也涂了。那因为我今天还给大家那个准备了一些小小惊喜、有趣的东西，然后一会儿给大家抽奖。然后在抽奖之前，我就先把鞋涂了，你们就忍耐一下，看看我涂鞋吧，顺便聊聊天啊。好嘞，就这样吧，我先把这只鞋给涂了，开始。它弄到桌子上，什么？什么黑幕？你一下，你屏幕黑了，卡了吗？哦，抽奖啊！嗨，没反应过来，sorry。好了，可以。所以第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就是我要把这个鞋给它涂，把露出来的部分把它涂白了啊。它就变成一双干净的鞋了，因为油漆实在是用东西擦不掉，所以我就把踩到油漆的地方给它涂白。看。这样的话，它就白了一部分了吧？哎，它瞬间就变干净了。主要它刷不掉，对于我来讲，强迫症我太难受了。然后就把它给涂了，它就干净了。看，它就不是银色的了。然后从前方一抬脚的视角上来讲，这一点应该也是会变色的。所以咱把这儿也涂了，它就但是我现在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发现我到底踩到哪儿了，为什么会有油漆？
然后想起来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原来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给我讲说，他们上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可能一个学期就我爸上学的时候，一个学期只能有一双鞋，然后我爸那时候白球鞋一脏，他就那个时候他给我讲他们那个年代，因为鞋很贵，然后家里穷，然后就那个什么就会拿一个白粉笔就把鞋给刷白。你说那个年代如果要有油漆笔的话，它是不是一涂就行了，就不用像当时用白粉笔那样还会掉？但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能踩到油漆。然后，因为我踩到油漆这件事情，我还打算等今天直播完，我去买一注彩票。这是什么运气？他想把这个灰色盖住，还挺麻烦的。他需要把它，就是第一层，你看鞋底上全是灰色的油漆。哎，不知道我怎么搞的，没关系，小意思。然后来把这个鞋边涂一涂，它就干净了。鞋底儿我就不管了，因为反正也看不到鞋底儿。看，我是把这个地方涂了，这样的话，从正常肉眼视觉上来讲，它就都变成白色了。哎，我太聪明了，突然觉得自己好聪明啊！哎，所以很好奇一件事情啊，问一下你们，就是如果你们遇见跟我一样的情况，把鞋上踩上油漆了，你会选择就是带着这样的油漆穿，还是把它涂成白的？就是它本来就是一双白鞋的情况下。再买一双，很浪费啊！哎，有人跟我一样涂成白的，看吧，必须能叫涂成白的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多半人都会像我一样涂成白的，不错。所以下次再去机场接我的时候，如果看到我穿这双鞋，希望不要用脚踩它，因为它是我一笔一笔涂成白色的，它本来被扎染成灰色的了。啊，其实我也算还好了，就踩了一个边儿，马上就涂完了。